哎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社长趣起来，我是神府单车奇迹的特派员阿泰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全南投最有活力的车队，今天他要带我们骑什么路线呢？等一下就知道了，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那我们就来聊一下，就是活力车队的骑人。听说你们骑的时候是大概是几年前？哦，是几年前，就是由可能一开始一二十个同号，慢慢聚集而成，这样子累积到人越来越多这样。没有啊，大家想说一起骑比较安全，好啊，大家也比较有伴。哎，可是活力的话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？活力 哦，我们是好几个名称，然后大家票选出来。今天这个路线是跑轮，一个绕圈的路线，但也是一个专门在训练的路线，它一圈只要12公里。然后往山上，在凤山寺旁边有一个烘焙的咖啡，哎，大家就是先到了先叫早餐，然后喝咖啡，聊是非，哎，这还聊是非的，哎。我们的小宅替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美食。来到第39线上，我们要来到我们的烘焙咖啡，就是我们的刚好位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最好吃的呢，一定要把它第39线上的凤梨做成的凤梨饼干，很好喝。除了这个高强度美食之外，其实我们在4月24号神府单车奇遇记有一场活动，就是要跟我们活力车队的活力约骑，在早上8点集合地点呢是在中心新村内路停车场。那到时候见到大家，大家一起来骑哦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要早要早，累吗？要不要喝个水补给一下？可以可以，差不多喝过了。然后当初为什么想要加入活力车队？当初就是因为应酬多嘛，礼拜到礼拜喝酒，想说六日就是运动一下就硬来，最喜欢最大原因。OK， 所以应酬硬很大哦，硬是很大，我是硬很大，然后所以叫运动更大。对。